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丽美食记。洗干净的菠菜放入榨汁机中，加入水，把菠菜打成菠菜汁。面粉中加入一勺盐，增加面的筋性。一边倒菠菜汁，一边搅拌。搅拌成面絮，下手揉成面团。盖上盖子醒面30分钟。时间到，把面团拿出来继续揉。一直揉光滑，整理成圆面团，再用擀面杖擀成厚约0.5厘米的圆面饼，擀好后用刀切成宽条。再切成大刀面。水烧开后，下入胡萝卜丝和青菜叶子，再下入大刀面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盖上盖子烧开。烧开后再搅拌搅拌，继续盖上盖子烧开。好了，捞入碗中，放盐、醋、味极鲜、油泼辣子、味精，炒好的西红柿鸡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一碗绿油油的菠菜面就好了。喜欢赶紧试试吧！想看更多美食制作，请关注阿丽美食。